好，我们现在到了第64卦未济卦，我们一起念它的卦词。未济，亨，小乎气济，如其尾，无忧虑。未济就是济富且变嘛，从前面的济济过来的，前面是水火济济，这边是火水未济。未济就代表还没完呢、啊、还没过河啊。他这边就说了，未济卦通达，然后呢，小狐狸快要渡过河，近视了尾巴，没有失意的事，啊。那么这边为什么提到未济通达？因为未济你把它当作一个卦名的话呢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未济就代表说你还没有通过啊，那你要设法通过，所以可以说它是通达。通达有时候不见得是现在，他告诉你说你现在还没有做完了，你要继续做，它才会通达。所以我们在念卦词的时候，因为它太短了。所以后面的彖传就会补充说明。那么你先看续卦，他说物不可穷也，故受之以未济终焉。整个这个续卦的结束就在这里，就加一个终焉，最后结束了。怎么说呢？济济卦是久则穷，所以必须重启生机，以显示变异而不穷的易经原理，也就是以未济卦来作为64卦的压轴。未济是尚未完成，也尚未结束，代表天道运行啊，周而复始，啊，不是64卦结束哦，还没结束哦。它以未济作为64卦最后一卦，含有深意，代表这个宇宙还是在继续运转。那么怎么去取象呢？它就用小狐狸，啊，小狐狸游水过河，近视了尾巴无法成功。为什么提到小狐狸呢？因为老狐狸都很有经验了、啊。我们说老狐狸就讲一个人很精啊，对不对？他就知道怎么样有经验嘛，他知道怎么过河嘛。他小狐狸的话就要尝试错误啊，慢慢学习嘛，所以过河的时候近视了尾巴就不能成功。那么未济卦怎么来的？当然是匹卦嘛，因为前面的济济是太卦，未济就是匹卦，匹卦的二跟五换位就变成未济。我们一起念他的彖传，彖曰：未济亨，柔得中也，小乎气济，未出中也，如其尾，无忧虑，不恤中也，虽不大位，刚柔应也。你看到柔得中，你也知道是指六五而言啊，六五就是柔啊，得中只有他了。小狐狸快要过河，试图他没有离开中间的位置啊，近视了尾巴，没有合适的事，他不能游到终点。刚强者与柔顺者位置都不恰当啊，这是你看前面讲济济卦六爻皆在当位，这边讲未济卦列爻皆不当位，没有一个爻在正位啊，这是很有意思的。但是呢，为什么呢？哎，上下完全相应啊，就是你不当位，但是你全部都正应啊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看这个它的大象，我们行念。象曰：火在水上，未济，君子以肾辨物居方。火在水的上方，君子怎么办呢？要慎重分辨物类，使他们各居其所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这个大象一出现的时候，忽然之间感觉到，哎，怎么跟前面的没有直接关系呢？因为它取象，它直接从它的卦火跟水这些啊来取象。那么火跟水啊，要分到阳标，火向上烧，水向下流，各自发展，不相为用，就不能做成事情。你说前面的济济卦是水火济济，水火放在一起的话，火把水烧开了，我们就可以喝水嘛，两个都可以发挥它的用处，产生效果。那现在是倒过来的，火在上面，水在底下，那两个分道扬镳了嘛，所以这时候你就分辨物类，各据其所，再做最完善的运用。我们看它的内容，第一个初六，如其尾，令象曰：如其尾，亦不知吉也。初六近视的尾巴有困难，他是不知道有终点的缘故。初六在全卦底部为尾，这没有问题。上面有两坎，跟前面的类似嘛，一个是下卦坎，一个是互坎。坎是水，以及尾巴在水中，是为如其尾。因为初六在最底部，而他本身在坎卦又有一个互坎在前面，他要渡过这两条河，还那么宽的，那不容易的。
他阴爻居刚位缺乏动向，上有九十正印，使他不安现实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初六跟九十正印啊，哎，我虽然力量不够，我想往上走啊，这个爻本来就是要由下往上啊，但他甚至不知道渡河须以过河为其终点。有些人过河的时候呢，他忘了自己在过河啊，在中间就觉得说，哎，没事儿，这个是最后没过河，反而造成了危险。我们看九二，我们一起念：九二易其轮，贞吉。下曰：九二贞吉，终以行正也。啊，易其轮，刚刚也看过了。再继续挂的是这个是初九啊。那现在九二了，拉住车轮，正位吉祥。九二跟六五正印，它以阳刚居下，上临阴柔之主，必须有所接替。九二在下卦坎中，坎为宫轮，为驿马，所以说易其轮。九二居中可以行正。所以它叫做贞吉。那么这里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那九二跟六五的关系怎么样呢？就是九二是阳刚，六五是阴柔，等于是一个阳刚之臣啊，遇到一个国君，他没有什么决断力的，那你只好自己啊，是吧？这个守住正道了。六三，我们一起念。未忌真凶，绿色大川。下曰：未忌真凶，未不当也。他只讲前面一半啊，啊，你这未不当嘛，所以就变成是真凶，往前进会有凶祸。那为什么后面又说绿色大川呢？六三在下卦坎跟互坎中也是一样，前后都是水，所以他绿色大川跟这个有关。所以你还没过去嘛，你前后都是水，代表你还没有过了这个河啊，坎是危险。但是他有上九正印。上九在全卦是最终的位置，所以是历史大川。所以六三是阴爻嘛，它跟随上九是非常合理的，有正印，所以变成它有这个力量可以历史大川。六三以阴爻居刚位，在上下二卦之间是位不当也啊，所以位极真凶。所以这就是要解释它这个爻辞为什么这样说啊，并没有什么特别复杂。九四跟前面的我们看过的这个九三呢、啊就有相关性了，我们一起念：九四贞吉，鬼王正用发鬼方，三年有赏于大国。下曰：贞吉以鬼王自行也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提到周朝的祖先呢、啊，也讨伐鬼方。我们在前面的这个忌忌卦呢，是也是九三啊，高宗发鬼方，直接把高宗说出来。那么在九四的时候呢，他提到这个在这个地方。在未济卦的九四，那么由史实看来，所描述的是周朝的忌力讨伐鬼方的事，这不是同一个时代哦。由于无以暴虐、犬戎、寇边，周古公欲梁山而避于其下，他的儿子忌力遂发西洛鬼戎，西洛洛就是方。发这个西方的鬼戎，把它称作鬼戎啊，就是人跟人不了解，就很容易把对方想成这个不太正常的情况啊。那么谁是这个季历呢？季历是周文王的父亲，所以这是周朝怎么样振作起来的啊。这个无疑是上朝高宗之后的第五世商王，隔了很久了，在季历卦里面讲到那个武丁啊，传了五代啊。到这个吴乙，吴乙非常暴虐，在尚书里面也提到过这个人。这个人呢、啊，他这个认为自己是天子，天不怕地不怕，他就做一个人像啊，说这是天神，然后用箭射他啊，就是说我这个人这个是天不怕地不怕啊，我就做一个天神的像挂起来射这吴乙。那么，所以商朝到后来啊，一直传到商纣王。中间有不少是莫名其妙的这个天子，所以周朝才有机会啊，从一个很小的部落慢慢发展出来。那么正卦是诸侯，在这里我们看九四是诸侯的位置啊，在这边是用为正分之意，诸侯也可以称君，所以各种取向可以参考忌忌卦九三解读部分。三年有赏于大国，是说忌忌受到商王朝的封赏。那有赏于大国，这边称大国啊，也而不称他什么，不称他真的国君呢、啊？是因为两边在对抗的嘛？啊，我这个在西边诸侯是小的，
你是中央政权嘛，但你是大国，他从这边来看的。九四有初六正印是自行也，他也因而正固吉祥，并且居位不正的会也会消失啊，所以这边谈到九四算是不错的。然后呢我们看六五，六五贞吉无悔，君子之光有福吉。下曰君子之光其辉吉也啊，这吉好不容易啊就出现吉了。六五是正固吉祥，没有懊恼，君子的光明在照耀，有诚信吉祥，他的光辉带来吉祥。六五是匹卦变成未济卦时由六二升上来的，匹卦上乾，乾为君子，六五来到上乾使他变为上离，离为名，所以说什么君子之光。上面是离卦嘛，离卦代表光明，这个没有问题。那君子的话呢是这个来到上面的乾卦，乾为君子，所以这边并没有特别讲君，国君，反而只说君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这个卦里面呢，九二反而是重要的这个阳刚在中间的大臣。那么六五的话呢，他要靠这个底下来辅助。六五有九二正印，全卦下坎上离，坎为月，离为日，形成日月辉映之象。日月合起来就是明这个字嘛，日月为明。那这边又把那个日月啊变成是辉映的啊，对，就变成君子之光，光明的意思。那么最后呢，终于到了最后一爻了，第384爻，上九，我们一起念。上九，有福于饮酒，无咎如举手，有福失事。象曰：饮酒如手，亦不知节也。最后这个字看到没有，也是不知道节制的缘故啊。你居安思危之外呢，你还要知道自我节制啊，这就是所谓人生哲学啊，在里面从生活经验可以得到的。上九有诚信而去喝酒啊，没有灾难，近视的头有诚信也无法没有灾难。先说你没有灾难，然后说你有诚信也无法没有灾难，因为你这个喝酒喝到头都湿的，可以想象的啊，怎么情况呢？大概是把酒往头上倒吧，就是不知道节制了。上九为什么喝酒呢？他有六三正印，又有六五相成，所以说他有福，他的福有诚信啊，是因为六三跟他正印，六五呢奉承他，所以上九本身啊以为自己啊这个是非常的稳健的。底下有两坎，一个是坎，一个是互坎，坎为酒，他可以饮酒而无咎，因为他有诚信，受到别人的这个信赖。但是上九是头啊，就好像你前面讲狐狸的尾巴，那这边讲的是这个最高的头嘛，他跟济济卦的上六处境一样，也遇到了如其手的问题。即使有福也会失势，就是失去无咎这种好运啊，到最后无咎本来是不错的，但是呢你如果喝醉酒那就不行了。古人对酒啊确实是我看是又爱又恨的啊，很多人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有时候常觉得自己这个很抱歉啊，因为大家聚会的时候喝酒吧，我都不喝酒，一说不喝酒啊，那整个气氛就不一样，就变得好像哎呀这个很尴尬，一说喝酒的话大家都很兴奋啊，酒喝下去之后话就多了，大家就比较熟悉了，这个比较轻松呢。那么在上书里面就有酒告，就是告诉你要喝酒的害处啊，就是酒告，就是劝你不要喝酒，因为喝酒真的误事啊。所以我们讲说我们在学易经的时候看到这些喝醉酒啊或怎么样，其实有时候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对照。所以在整个易经结束的时候，到了这个未济卦最后，他还是提醒你喝酒而近视的头是不知道节制的缘故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个最后程颐怎么说，因为我们讲易理很多地方受到程颐的启发。程颐说，上九啊，居未济之吉，非得济之位，无可济之理，则当乐天顺命而已。他写文章写得不错的啊，你说你居未济之吉，你在未济卦最高的位置，非得济之位，你并没有得到济已经过去的这个位置，因为你没有位置嘛，上九已经到最后了，并且不当位嘛，无可济之理，就是你没有这个让你可以度过的这个道理。这时候该怎么办？乐天顺命，我们讲乐天之命啊，让他这个再进一步，乐天之命之外还乐天顺命，因为你在这个位置啊，你就能够知道安分就可以了。
所以我们学易经呢，这个六十卦讲完毕，真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啊。同学们这个第一次学易经啊，有这个耐心啊，一路坚持到现在，值得尊敬啊，应该给自己一些鼓励啊，所以我们这个谢谢。